请看 Bali. This saber is not. So what they do, or is that just me? Anyway. 对啊，就是现在都台湾的同好。所以其实我们蛮开心，迪士尼把就是Lucas也买下来。他买下来之后，他觉得他就把所有老演员都找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把所有的演员，把那个陆克找回来，把莉亚找回来，把Han Solo都找回来。我们当下看那预告片，其实预告片我看预告片我大概哭了好几次，我光预告片都哭了好几次，真的，因为那是那种感动。 接起来有点像是那个达斯摩那一把，但是因为它的剑刃的，而且它在使用光剑的剑法上面比较像多库伯爵。然后后来也因为喜欢光剑，开始因为那时候其实学生，那时候真的买光剑真的是没有什么钱，所以只要想办法自己做。然后自己做的时候，因为其实我本身就喜欢自己做东西，所以因为因此这样子，我开始慢慢探索出一套自己做光剑的方法。后来呢，我就把做好的光剑做成教学，放网络上面。 还有老外帮我翻成英文版，放在其他的知名的光剑网站，然后我也把我的光剑PO到 YouTube 去跟人家欣赏，就是你知道人嘛，总是爱现一下，it's my lightsaber, yeah, it's so cool. 今年暑假的时候做了一套 cosplay 的服装，然后就是去找他们参加公益活动，然后就是在公益活动里面就遇到他，我也没想过我这一生可以遇过这么厉害的人，然后就是玩了他的光剑，我就觉得超兴奋的。 台湾之前都还没有，第二次出啊，对啊，第二次出场。